你们要去吗？去四月十五去。这个羊肉跟糖包一样。好香啊，你看看起来很好吃。这个是法国薄饼，我们会法国酱 French crepe， 也有甜的也有咸的。这个是很创作的食物，如果是第一次吃薄饼，你们可以 mix 在一起，跟蛋跟那个 potatoes。 我想要跟你一起做薄饼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啊。是吗？但是进厨房要做事前一定要。哦，真的。好，那我穿一下。OK。好，等我。好，丽丽，我换了。我叫你换衣服，没叫你脱衣服哎。没有啦，我在家里穿这种就 OK 啊，不行吗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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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我们开始。